我是速度王，他已经来了。不过为什么他会来呢？想找件礼物送给他妈妈，还是送给爱人？错了，答案是他要送样礼物给他最心爱的东西，就是他的战车。如果我没了你，我就只会是一只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的靓仔孔雀。上面有没有出现不寻常的东西？不寻常的定义是什么？有危险，有只很怪的雀不断锡他的战车，还送花给他的战车。是咁，迟啲先至去捉呢一只猎物呢？我哋而家要去攞希能量，去大猩猩森林。究竟有啲咩仲要得过去击败猎人啊？我个仔封太子。大家好嘛，我爸爸觉得我要出去睇下，所以佢想我暂时跟埋你哋一齐啊。乜话？我知道，我都好意外啊。封太子系咁多凤凰之中唯一一只仲未锻炼好佢嗰对火焰之翼。好快有的了，给点时间我啊。不过你还有几万年寿命呢。是咯，为什么要这么说？神兽世界各部落，我恳求你们帮助我。即是你想我们帮你手做保姆抽你的仔啊？他一直太受我们保护了，你们这个蛮荒世界应该会给很大的挑战他。他经过这次的体验之后可能获益良多。你说蛮荒世界，我们很乐意帮你的大人。多谢你们，我的仔将来会是一只很出色的凤凰，麻烦你们帮助他令他振翅高飞了。无敌师，现在怎么算好啊？我们是这里最出色的英雄，而不是神兽世界最出色的保姆啊。我知道，不过千岁凤凰一张开他的火翼，还哪敢拒绝他啊。不过我是想去击败敌人，而不是去凑仔啊。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找个保姆的话，那就去找个保姆给他咯。哦，我好乐意帮你照顾那位朋友仔，听落都几好玩啊。看住他一阵就得了，我们还要回去打埋场仗啊。那里有很多坏人的，小朋友去那里太危险了。你知道我已经几千岁了吗？太好了，我的部落去了那边打仗，所以只剩我一个在这里，有你陪我太好了。你们就住在这些掉下来的东西。没错啊，这些就是果树安乐，不知好味啊，一家五口可以住在里面。想不想看看？想啊，我当然想了，真是太好了。非常好啊，他可以带凤太子去看看我们这个蛮荒世界。我知道，不过千岁凤凰想他的仔和我们去打仗，想利用我们无惧的信念来启发他啊。我知道，我知道，打仗信念迟些再说啦。我们现在要确保他的安全，而我肯定那群寒冰猎人怎么都不会来到神兽世界大猩猩森林的这一边的。无敌师，你啱啱赶到，睇我哋攻陷佢哋嘅堡垒啊！好算啊，好算，好算啊！呢度太跣啦，我哋要谂过另外一个方法去。等大盾尽量消灭佢哋，好嘢，好嘢！他们在哪里来的？我们都来了一阵子了，我们一直在等着你和天鹰回来嘛。我们要一次过铲除你们班小英雄。哇！到了大猩猩森林，看来这里好像完全没有人看守。太好了，快啲揾希能量，然后喺呢度起个新基地，好快脆，第二座冰山就会喺呢度建成啦。交俾我处理啦。全新神兽传奇动画尽在乐高香港 YouTube。